现在我们来做个测验，请在脑中试着将摩天轮向右转，再向左转。向右，向左，向右。这张火车行进图也可以依照你的意志改变前后方向，请试着用意念去控制它。我们的意念悄悄地塑形这个世界。这六年前曾经触犯了可怕的禁忌，我叫李若。如果一直想着怪物的话，怪物就会住到你的脑。坏坏在哪里？好好想，是谁有嘛？干嘛呢？如果你的脑袋里面去了，掉下。如果可以，我真的希望你不是我的。我觉得我开始相信你。你怎么了？走，你不能走！我不是一个好妈妈。